支持代表，谢谢谢谢，辛苦了，谢谢。开口的居多哦。
介绍哈，我们一般的我们台湾师有分南部师，有分北部师的。那北部师呢，大部分都是以这个哈巴塞为主哦。那南部师他的嘴巴大部分都是没有开口的。那没有开口的师是呢有。那现在呢，是我们芳龄金狮团我们的旗队啊。那在呢我们的庙会文化在进行当中，其实呢一场活动非常非常的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所组合起来的。所以呢，在每一场大家都有辛苦的背后的工作人员哦。那我们要把这个优质文化继续的传承延绵下去。所以呢，在我们观看的同时，大家如果说呢嘴巴有吃我们的食物或者是饮料的话，也麻烦大家垃圾不落地哦。我们呢当一个优质的庙会文化人哦。那当然，如果说你有带小朋友来的话，更要在小朋友当中做一个好榜样哦。麻烦大家呢不要把那个垃圾乱丢哦，你要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这些呢，那每就是那我们就是所谓的每一个庙宇的什么招牌人员，但是大家不要小看前面这些托工哈，他都是庙会里面的小小的螺丝钉哦，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哦。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我们桂林的我们京师团的一个行政团，谢谢。推到红毯外哦，拜托你们。
谢谢谢谢。待会我们有看到我们有双龙会进入到我们的红毯，所以麻烦大家呢退到红毯两侧哦，谢谢。那我们随后的非常的多哦，所以要麻烦大家呢在我们现场这个地方呢大家来配合一下哦，大家退到我们的红毯外侧好吗？麻烦你们。那现在呢进入到我们淡水平安市的也是我们的古亭哈啊，大家看大家的过年跟我们今天下午看的不一样啊，这是用我们的石哦所打造的古亭啊。我们掌声。
来的一个参赛的感觉。Thank you.
简单跟大家介绍哦，观亮熊呢是我们不动脑部的部门之一，同时呢是有真正的将军哦。那为什么呢？平时呢，我们将军的部门是一个在于每一个我们下班的时候，班点不同，组头的人数也不一样。那主要呢就是真将军和水将军，然后在人虎的部分呢，真将军是红色里的人虎，水将军呢是绿色里的人虎。刑警哦，所以你们你看到他们的整个跳关的步伐呢，是非常非常的威武的哦，非常的严肃，而且非常的力道的哦，跟大家这样的走民族步伐来的英勇是不太一样的。淡水平安师的进站红毯，那等等完水呢，有很多人呢也有称呼他就是老姚，那很多的戏剧的或者是说演艺人员包含的艺术类的哦，都会来侍奉我们等等完水哦。现在由淡水平安师我们的执事代表献上琴声，以及我们的礼品来贡献给我们全都元帅，祈求呢等等完水来护佑淡水南平安山所有的路上众弟子哦，大家都能够阖家平安，市农工商兴隆万事。他是他有一个救命恩人就是螃蟹哦，所以有很多呢公共田都元帅的他们都不吃螃蟹哦。因为田都元帅呢在他生命危急的时候是螃蟹吐他的口水把他养活的，所以呢有很多呢像包含戏班的或者是也有歌仔戏的包含也有很多戏曲类的也都会来参拜田都元帅哦。那很多呢参拜田都元帅呢就不会来食用这个螃蟹哦。来这边恭送田都元帅，也请求田都元帅确留神安哦，护佑呢我们现场所有的信众以及所有的游客们，大家水溶。那在这边呢，特别我要借由各位的掌声呢，给我们这边拖车的这些的小我们的好朋友，好不好？因为呢，其实呢，在庙会来讲，他们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但是呢，他们在沿路呢，
哦，还有鹰爪，是呢，这代表一个海陆空的意思哦，也是代表的风调雨顺哦。来，谢谢谢谢我们虎龙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
祥庆丰和，风调雨顺和家庆。现场没有，再次给我们一个热情的掌声。我们再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哦，非常非常特别，而且他们今天呢，整个排的龙阵的队形非常非常的丰富哦。掌声鼓励，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来，我们前面的朋友，大家往后靠哦，因为呢，我们的车辆要经过哦，注意安全。知道今天是我们淡水大拜拜的夜巡哦，然后呢晚上即将呢也来到了我们非常的压轴的时候，因为大家呢都在等待我们清水祖师爷以及南蓬莱老祖的那个献稿哦。那特别呢在这边淡水哦平安师在这里呢搭设的庆战红毯，在这边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共同要来恭迎圣驾哦。
君，圣驾莅临，淡水平安师庆赞孔坛。现在有请我们淡水平安师的执事代表手持清香恭迎圣驾莅临，同时呢也祈求关圣帝君护佑淡水平安师如下众弟子，大家都能够阖家平安健康，以及我们能够国泰民安心想事成，同时呢护佑我们现场所有的如下众弟子，以及随行所有的信徒，以及今天来参与淡水大拜拜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都能够同沐神恩哦。现在呢我们也敬献上我们的礼品来给我们关圣帝君，祈求关圣帝君能够神恩浩大，能够永沐神恩。去留神恩，护佑我们现场所有的楼下众弟子哦，大家平安喜乐哦，谢谢谢谢我，也谢谢我们教班会所有辛苦教班会所有的好朋友们哦，谢谢你们。会进入到红毯区哈、哦，来欢迎我们清水柔。这首次呢，我们这一次哈、哦，我们行进当中，那得逃离逃颠哦。那我们清水楼的设备非常非常的，大家呢平常可能呢会看到，但是他们呢也是用席去制作的这所有的这些装备哦，非常非常的庄重跟非常的珍贵哦。欢迎庆顺进来，也谢谢呢我们这些三轮车呢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您，谢谢。那谢谢我们这些拖车的好朋友，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欢迎庆顺进我们的大旗队哈、哦，我们的旗队。Thank you.
震撼哦，现场没有，真的是今天呢有隆重的这个我们的鞭炮声以及我们的采花呢，为今天呢淡水大拜拜大家呢共襄盛举，在今天的这样的盛世哦，这个是我们的环保鞭炮，也是呢我们的庆战的一个采花车哈，谢谢。现在因为呢环保哦，所以呢有很神将团，清水祖师爷以及我们蓬莱老祖哦，那我们刚刚呢，大家有看到呢，我们清水祖师爷以及蓬莱老祖的圣驾呢，也就是呢，在我们整个随行的队伍的后侧了。待会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清水我们淡水平安师的我们的庆战红毯这里哦。是大家最熟悉的我们的我们的神将团的应该就是说神尊了、很多呢在神将团的众多的神将之中呢，最会认出的就是范谢将军了。将军以及范谢将军，还有文武差之外，还有我们春夏秋冬的四季神哦。
是我们的文武参与哦。那呢，文参与跟南武参哦。然后呢，我们还有后面我们的甘柳将军以及范县将军哦，他们所拿的刑具也都不同。那我们刚刚有说呢，官将手就犹如阴间的刑警一样，然后呢，我们的石家将、八家将就犹如阴间的警察一样哦。在他们身上呢，有非常值得大家去探讨的我们的彩绘的脸谱哦。那家将呢的彩绘脸谱来讲的话，他们唯一不变的就是他们的眼睛、嘴巴、鼻子的画法是有固定的。那其他呢，就是其他的彩绘呢，都是因为面师他的彩绘艺术不同哦，所呢画出来的脸谱也不一样哦。像有的绘画脸、中脸啊，或者是呢其他的周边的部分哦，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他的眼睛、鼻子、嘴巴哦。很多的信众哦。
刚刚有分享给大家，我们看到神教的时候，如果你们要祈求的时候，双手合掌哦，来恭迎我们的保生大帝，然后跟保生大帝说你叫什么名字，你今年几岁，你住在哪里哦，有什么要来我们保生大帝来护佑你的地方哦。尤其呢，有很多人看到保生大帝的时候，最会祈求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保生大帝的医术是非常高明的，所以呢，在祈求保生大帝护佑的时候，身体健康，如果说有什么哪里不舒服的话，都可以跟保生大帝来祈求哦。来恭迎保生大帝莅临淡水平安师庆战红毯，也恭请我们淡水平安师的执事代表手持清香礼品来敬献淡水荣我们保生大帝圣驾哦，祈求保生大帝圣驾能够护佑淡水平安师的如下众弟子，大家都能够四财四福平安庆，阖家平安幸福圆。来，现场配合，我们用热情的掌声。尽显圆满哦。
远双龙要来进入到我们淡水平安轩的进藏红毯哦，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好朋友大家哦，推到一个适当的距离哦，谢谢你们。信众，还有呢，我们所有的游客们呢，大家呢，在这端午佳节都能够平安喜乐哈、哦，尤其呢，在今年度也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哦。
的我们的餐礼哦，谢谢。哇，现场犹如我们的古龙的嘉年华会哈、哦，这么多条我们的龙阵呢，带来的祈福要来祝福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哦，大家呢就是跟那个龙身上所代表的意义一样，风调雨顺哦，让大家在市龙工商，大家都能够呢心想事成哦。
第一次看到这么震撼的一个舞龙的表演哦。平常可能看到双龙就已经很多了，但是今天呢有舞龙哦。然后呢，那在今天的淡水大拜拜呢，来跟大家呢一同在这边呢庆赞我们今天的庆典哦。非常非常感谢现场的好朋友们哦。那当然了，在今天的淡水大拜拜，我们的夜巡呢，我们从下午到现在，有很多好朋友都是跟着我们淡水平安师所有的如下众弟子，在这边呢共同恭迎圣驾到现在哟，也要跟您说声辛苦了。然后呢，我们被身后呢还有很多的队伍呢要来进入到我们的庆赞红毯这边哦。行进我们开放的路线哦，所以呢，待会呢，我们参与的队伍大家随意就可以了哈、哦，我们参与的队伍大家随意就可以了，谢谢。神将团哦，谢谢。来，我们现场好朋友哦，现在呢，我们要来恭迎我们圣驾哦。没关系，我老公是我不用做家事，不做家事。
视线不太好，所以你们要推到一个适当的距离哦。大家呢，尽量在管制区以外哦，大家尽量在管制区以外。